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午安，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将近四点了哦。那今天欢乐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哦，又到时间要来收工准备下班。那我们今天在大坑的东山乐园哦，我很可惜，我们今天做的作业并不是手旁啊，而是手旁啊的前置作业，就是混凝土塞缝的前置作业，就是先今天有来一台比较大台的全吊吊杆，来帮我们把这些重达数吨哦，数百公斤至数吨的天然原石先定位哦，定位之后底下用整啊，用全新的砖头把它固定好之后，剩下的细缝我们再用阿摩托塞，好，也就是人家怕酒啊怕料或是怕表怕料的那个阿摩托塞或是整啊塞，再来塞这个细缝哦。因为我们全新的砖头数量没那么多，如果全用全部都用全新的砖头来塞那个缝的话，会非常的浪费。那这个是在手旁啊的前置作业，因为单纯用混凝土来塞缝的话，那个量非常的大，所以一定要用这种废弃的填充物来做里面的一些填充料，然后阿摩托只是在做表面的一个固定这样子。哦，那 OK， 今天的解说大概到这样。那至于这边的东山乐园这边的老板已经，可能打算把这边改造成一个类似西游记的花果山水帘洞这样子哦，那然后里面可以让人家进去步道走来走去这样子哦，那只有让大家拭目以待啦，谢谢各位观众，拜拜。